还有工会团的。不是他是不会。屁屁有两个，他回到那个小窝了。现在不用打开，我们今天再睡。要运动过了，哇，老鼠好汗呢、啊，不安心。他抱着那个，我们这边太阳比较长，这边没有湿度比较低，最高。飘了。
那个我今天有接到你们的电话，就是我昨天有去做核酸检测，然后说有打电话来问我能不能提早去取件。老大没事，我不知道是人干，是人仔吗？他也太，看得太像了。